嘿，柔姨，告诉我哪个字是大？大大的大，很棒，好嘞。你给姐姐，你说大，谢谢。哪个字是月亮的月？今天新教的月亮的月，moon。看一下哪个字是月亮的月？今天刚才和你说的，还记得吗？哎，对，很棒，月亮的月，给妈妈，谢谢。哪个字？姐，哦，给姐姐，谢谢，给姐姐。姐姐给你拿好。哪个字是爸爸的爸？你可以给姐姐。好嘞，哪个字是火？今天新教的火，fire。这个是口。火是哪个？今天新教的火，对，站起来给姐姐，很棒。你刚才指的这个是口，嘴巴的口。那哪个字是耳？耳朵的耳。给姐姐，谢谢。那哪个字是土？泥土的土，soil，泥土的土，很棒，给姐姐。那哪个字是心？爱心的心。很棒，给姐姐，谢谢。那哪个字是水？water，喝水的水，很棒。那哪个字是妈？妈妈的妈，想一想，妈妈的妈是哪一个？这个是花朵的花。哪个字是妈妈的妈？对了，这个是妈妈的妈。哪个字是一座山的山？对了，那哪个字是口？嘴巴的口。对了，对，口，最后一个是花，很棒。那再放在桌子上打乱一下顺序，好不好？姐姐给他，让他打乱一下顺序。喂，这个字是什么字？是什么？读一下，是什么？大，是不是大？对，big。那中文是什么？大，你说大。那这个是什么字？柔一，这个是什么字？土，很棒。那这个字是什么字？山，很棒。那这个字是什么字？柔一，又来了个新的字，新的是什么字？耳，很棒。那这个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字？新给你的那个是什么字？新给你的字还没读呢，是什么字？爸，很棒。那这个是什么字？心，很棒。那这个是什么字？所以又来个新的字，什么字？先说好，说好给你。水，棒棒的。那这个什么字？说对了给你。柔一宝宝又来，这是什么字？口很棒，这个什么字？柔一，这个什么字？柔一又来个新的字，wipe wipe，柔一来，柔一这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？先说，知道是 moon，中文是什么？想想看，月。对，是 moon，对，说对了，是月。你说月，你说月，很棒。那月给你。那这个是什么字？哈哈，这个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字？火，很棒。那这个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字？柔一，最后两个这什么字？不对，柔一，你怎么不要乱说呀？
我在看下面的我字。在问他，你为什么要乱说？这是什么字？容易，这是妈妈的妈。妈。你不要听姐姐乱说呀。这个是什么字？容易，花。这是什么？花。花。这个是什么？妈。妈。这个是什么？花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声音，水，耳，妈，口，月，土，大，火，花，那花。哦，对，这个是火，对，花，哇，心，山，下，坝。爸，好，先放好，我来问考你，接下去我来考你，换个位置。好了，妈妈来考你了，啊，这几个字给我，我来给你放了，你来指了啊，知道了吗？OK，你指给我看，月亮的月在哪里？Moon，月亮在哪里？这个是火，亲爱的，对，这个是月，给妈妈可以吗？你要写什么数字是吧？嗯，对，月给我，好，那你告诉我心在哪里？Heart，心在哪里？很棒。那你告诉我耳朵的耳在哪里？嗯，很棒。那你告诉我爸爸的爸在哪里？爸爸的爸。这是妈妈的妈，爸爸的爸在哪里？好好放。来，爸爸的爸在哪里？对，给我吧。很棒，嗯，爸爸的爸给我了啊。那你告诉我，大大的大，big 在哪里？大在哪里？很棒，大给我。那你告诉我口在哪里？口，嗯，对。那你告诉我山，一座山的山在哪里？嗯，放好。来，山在哪里啊？对，很棒，山很好。水在哪里？哪个字是水？Water。对，哪个字是妈？妈妈的妈。想一下，妈，嗯，花这个是，对，妈，对。那哪个字是火？今天新学的火。对，哪个字是土？嗯，那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花。嗯，来读一下，这是什么字？啊，那个先等一下。所以这个字是什么？花。嗯，这个字是什么？读一下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字？嗯。这个是什么字？妈，快点读，说妈。妈，这个是什么字？所以看着妈妈手上是什么字？呀，山，对。这个是什么字？所以这个是什么字？妈妈手上是什么字？柔一，柔一，妈妈手上是什么字？是什么字？是什么字？嘴巴说，是什么字？是什么字？嘴巴说，妈妈是口，不，说口，口，这个是什么字？罗伊，这个是什么字？口，妈妈手上的这个是什么字？罗伊看，口。妈妈手上的是什么？对，很棒。妈妈手上的这个是什么字？爸爸，对，妈妈手上的这个是什么字？啊，很棒。妈妈手上这个是什么字？心，很棒。妈妈手上这是什么字？左一，妈妈手上是什么字？土，土，说得很好。
妈妈手上这个是什么字 ？Moon。对 ，Moon 是什么？月。月。很棒，月。妈妈手上这个是什么字？水。水。妈妈手上这个是什么字？左一，左一一，小瑞安。左一，妈妈手上这是什么字？看一下。左一，看一下这是什么字？快点，先告诉我这是什么字，让我帮你。这是什么字，知道吗？左一，你先告，那告诉我妈妈手上这是什么字？火。嗯，那这个是什么字？是什么？这是左一，哪个字是水？把水指出来。很棒。哪个字是火？把火指出来。很棒。哪个字是月？把月指出来。很棒。哪个字是土？把土指出来。很棒。哪个字是口？把口指出来。口在哪里？柔一，口在哪里？把口给我。嗯，很棒。哪个字是耳朵的耳？很棒。哪个字是心？爱心的心。很棒。哪个字是爸？爸爸的爸。没事，待会给你剪。哪个字是爸？爸。哪个字是爸爸的爸？这个吗？嗯，很棒。哪个字是大？大小的大，大大的。好，我给你剪。哪个字是大？大大的。嗯，给我。给我。谢谢。哪个字是山？一座山的山。好嘞。哪个字是妈？妈，哪个字是妈妈的妈？那给我，把妈给我，我要妈妈的妈。那妈妈的妈给我。好。妈妈。对，哪个字是耳朵的耳？耳朵的耳在哪个？哪个是耳朵的耳？不要吹，耳朵的耳是哪个？耳朵的耳，我要把耳朵的耳给放在我手上。耳朵的耳放在妈妈手上。嗯，很棒。谢谢。哪个字是花？花朵的花。你还没听呢，花，花是哪个？啊，对，给我。嗯。那哪个字是妈？妈妈的妈。我要妈妈的妈，我不要大，我要妈妈的妈。妈妈。对，给我。棒棒的。哪个字是大？大在哪里？把大给我。好，告诉我哪个字是大？大小的大。嗯，很棒。那告诉我哪个字是心？爱心的心。嗯，很棒。那告诉我哪个字是火？火 ，fire， 火。很棒。那告诉我哪个字是山？一座山的山。山在哪里？一座山，山在哪个？山是哪个？山在哪里？给我。那告诉我哪个字是月？月亮的月。月是哪个？月亮的月 ，moon。嗯。那告诉我哪个字是爸爸的爸？爸爸的爸是哪个？所以爸爸的爸是哪个？用手指，嗯，很棒。好，哪个字是妈妈的妈？嗯，很棒，妈妈的妈。嗯，对，妈妈的妈，谢谢。哪个字是耳朵的耳？谢谢。
哪个字是口？嘴巴口。谢谢。给我吧，口。谢谢。哪个字是土？泥土的土。哪个字是土，宝宝？对。哪个字是水？水是哪个？棒。最后一个是花。可以了，今天可以了，棒棒的。